Hello， 各位好。今天咧试玩一只新的 Steam 嘅免费游戏，我嚟睇下呢一只咩 game 啦。佢好像一只喺个小岛上面冒险嘅一只游戏，就叫 Tinkerlands。Tinkerlands 系啦，困难普通系咪？好困难噶啦，唔使多讲噶啦。唔知咩 game 啦，但系见佢免费嘅，我哋就试玩一下啦，帮大家。啊，都唔系帮大家嘅，我自己都想睇下呢啲咩 game 嚟。好，你醒了吓、啊，我喺边度？啊，佢有中文嘅，非常之好嘅，其实 WSD 移动船沉咗，你觉得会留下啲咩残骸？人类嘅残骸？喂，喂，点？哦，揿呢、這个、哦、，OK， 你点拎啊？冇得快速拎过去咩？唔系话要逐格逐格拎过去啊 ？OK， 过来给我聊聊，聊什么啊？我要过去啊 ？OK， 好，跟住聊咩啊？睇嚟我哋被困呢度，船长下落不明啊！可唔可以探索呢个岛屿咧，将船长揾翻翻嚟？呢、這个俾你发现到呢个地图，话唔定有用场嘅。OK。即系依家咧，我哋要探索呢个岛嘛？点样过去啊？我可以照过去嘅 ，OK。好啊，生存游戏啊，即将开始。先收集啲木先啦。佢有冇负重噶？冇负重喎。好，先收集啲木头先啦。跟住收集埋个石稿。佢幾好喎，一嚟有工具用，而唔係由零開始冒險啊，即係好似 Minecraft 咁樣咧，一入去你都係要慢慢開始啦，又要伐木啦，又剩啦，慢慢先進入呢個工具嘅年代，工具嘅時代。但係呢個唔係，一入嚟已經送你一個工具啦。哇，有啲人喺度，居民，哦，即係呢啲我哋可以揾個 NPC 咁樣係嘛？樹枝 ，OK， 系咪要揾个地方起屋啊？有感叹号，右上角嗰度地图嗰度，点样起嘢？哦哦，哦工作台呢、這个嘢点样有啊？叶片又可以获得树叶，树叶就可以整呢、這个，之后就整呢、這个 ，OK。呢度有火咁好嘅，好 ，OK， 成功偷走个火把。我揾个靓啲嘅地方咧，就可以起屋噶嘛。SOS 呢个唯有拆咗啦 ，SOS 啦。有啲咩啊？爆击乌蝇拍，好似又有啲东西，我可以揿手刮全部嘅 ，OK， 呢个 block 咗先，我伤都收走埋 ，SOS 啊，我唔需要 SOS， 我要生存喺呢个岛度，成为呢个岛嘅岛主，喂，呢个应该几适合喺屋企嘅，其实佢呢个，哦，佢呢个感叹号只系单纯话俾你听系开地图啊。我以为嗰度有感叹号要行过去添。制作工作台，嘟嘟嘟嘟，任由私人发掘洞穴，找到并沉呢个拯救船长。OK， 先揾个地方起屋先啦，系嘛？呢个地方系几好嘅，因为咦中间有个神奇嘅东西，呢个咩噶？唔知咩嚟喎呢个，掘走去睇下先。魔力花有咩用啊？哦 ，OK， 呢度做屋企啦，呢度十分舒适呢个位，呢个揼埋，好，制作整呢个，哇，佢直接整好出嚟喎，咁神奇，跟住就可以
放喺求其一个位先，呢度啊。好，继续啊。哇，咁多嘢可以整啊！配方、木脚台、乜乜乜乜、皮鞋、保暖、熱飲，可以怪，哇，有怪，正蠢材啦，一夜啪啪啪啪啪，啪烏蠅幾勁啊你話，哇，俾你打咗下，哇，一到夜晚啲怪即刻衝曬出嚟。我要先看看那个床，我哋咪整床啊！哇，好暗喺度，整个火把先，稍微插啲火把先。喂，水佬，哇，死你！史莱姆无毒，哇哇，我就死咯。哇，好大镬啊！呢个位其实四方八面都通噶，死啦！有冇嘢食嗰啲啊？哇，召唤屎咯！哇，得翻七滴血，知啦。No， 啱啱先谂住起个屋企，咁快遭遇不测。哇，有远攻噶，一班人。唔理啦，呢个位置其实真系几靓，我觉得系唔知点解要小心啊，唔好死。后面嗰只好似远攻，系啊，射箭嘅。OK， 我已经大概知道点玩啦，佢啲攻击模式。哎呀，哇，冇啊！我跑快啲啊！劲危险，大佬。呢、這个夜晚真系唔掂啊！哇，超多怪！哇，咦，佢自己回咗血喎。睇嚟佢系一定时间内冇攻击就会回血，咁啱啦，咁就非常好啦。OK， 定系唔知点样回血咯？头先我明明冇血，哎有啦有啦，哦佢自动回血啦，咁得啦。我哋先封咗个水路先，其实走啦走啦，头先唔见你走，诶咪招咗啦招咗啦，死啦！OK， 我要先快啲整啲咩先？九格剑地具备光源，需有墙壁环绕。其实呢度可能都唔系咁好，系咪要大啲会好啲咧？唔紧要，应该可以拆嘅、啊。可以拆嘅，我哋可以唔啱心碎可以换地方，换个地方好似好啲。收收啲火把先，嗰把唔理啦，放喺嗰度啦，净系收呢啲走。而呢个免费 game 嚟讲，其实呢个 game 都几好玩，老实讲，系啊，免费 game 嚟讲，再倾偈先。任由私人，哦，原来呢个就系任由私人啊，可以保护你不受，但你要有个安身嘅屋企噶。O K， 嗰个位可能唔啱啦，主要系因为太细啦。我睇佢呢个 game 唔知系咪整一个大嘅城、大个村庄出嚟，所以如果咁计嘅话咧，嗰条路就一定唔得啦。嗰个位，既然系咁，可以揾个大嘅地方住啦。好，其实都唔系好大嘅都。比头先水嗰度大咯，但系都唔系话真系好大。呢度都 OK 嘅，其实呢个位置都 OK 嘅，喺呢度咯就。咦，我都有条友喎，救佢出嚟先。咦，佢唔使我救出嚟嘅，欢迎。
哦，OK，商人嚟嘅，得唔得？好，我哋先试少少嘢先，慢慢研究一下先。呢度咧，睇先，佢有冇啲咩墙壁嗰啲啊？啲石嘅工具啦，呢啲要整啦，应该。熔炉呢度要整啦，大锅、木镜、云装台，唔知咩用。整咗呢两个先啦，呢两个应该最重要噶啦。系啊，即系拎个箱出嚟。跟住將呢啲堆曬佢落去，好，跟住試下個鼓個斧，哇，勁過超多個斧，哇，快勁多喎！這就是工具強化，哇，正！咁可以整多啲嘢啦，又。呢、這个就系属于直接手整系嘛？佢有冇啲咩配方要整啊？木锯台，一试下整呢个睇下点。即系惊唔使瞓觉嘅。哦，咩木？哦 ，OK， 哇，佢咁样锯啊？仲有分木地板添啊！黐线，咁多讲究啊！我锯呢个睇下出嚟睇下先，哇！喺今日要好大量嘅木，黐线喎，超大量木喎要，咁样起法，先试下先啊！哇，只蝴蝶做乜走过嚟啊？搞到我无端端打死咗佢。我哋先试一试啊！我想起埲墙先，系啦，我想起埲墙先，木墙整咗先啦，审过啊，自动 save 好呢、這个吓呢、這个叫木墙，呢、這个点样似木墙啊？呢、這个吓？OK，OK， 吓，点样掹走嚟噶？我要用稿揼翻出嚟。喂，佢都要几多嘢下？个木门要咁多木？跟住整个木门出嚟，哇！呢个木门啫，几多个墙啊？要两个，算啦，唔好要地板住，地板得个样嘅啫吓，咁样好似好啲。跟住系咪整张床啊？哇！有啦，先啊！佢个线又系自己度整喎，系嘛？系自己度整，跟住就整张床。哇，咩事啊？又系啲屎咯，木屎咯。喂，唔得，将啲嘢搬晒佢先。既然有屋咧，就可以将啲嘢搬入去啦。跟住我整张床，好，终于有张床啦，咁样就 ，OK， 很完美。床要摆在房间内，呢、這个都唔叫房间内咩？定系佢要有木地板先叫房间啊？哇，我冇晒木咯。其实啲木都几有用，因为防止外敌入侵。一阵打晒嘅话，咪冇得打晒嘅话，咪冇得防御。好，
我先起埋个木地板先。咁样系房间啊？哇！咁都唔叫房间咩？点样先叫房间？房间嘅定义系啲咩啊？佢有冇说明啊？有冇说明点样先为之房间？睇下先。设置玩家生成点。定系佢仲有喺呢度间埲墙出嚟啊？唔会咁白痴啊？Baby， 我都唔想打呢度啲木，但系太夜啦，费事烦啦。好，我再整几个墙出嚟，要困住自己系嘛？咁样。咁样都唔系叫房间内咩？好房间噶咯，已经木门。OK， 我试下落多少少木塔点啊？只鬼又嚟啦！OK， 应该够啦，都跑得几慢下。整咗两道门咯，仲唔似房间？咁样都唔系叫房间咩？我唔知点样先为之房间。不过唔紧要啦，我哋暂时试玩到咁多先啦。呢、這个 game 咧几得意嘅，其实系免费 game 嚟讲，佢几得意啊！即系佢像素唔会话好高画质啦，系一啲普通像素风格啦。但系咧，佢个游戏性都喺度嘅，几得意嘅。免费 game 嚟讲算系超值，因为唔使钱啊，唔使钱嘅 game， 仲有啲咩好要求 ？OK， 试玩嚟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